Say hi， 大家好。哎，这个美女很开心，我是不知道。看到的嘴巴微微笑。微笑哦。哎，看到看到的嘴巴，开玩笑，其实这个是工作。所以各位注意听，现在我们呀，这个算的是上课的时间。是。我已经哎要教你一个东西，怎么教你？教你一个什么？看怎么样计算。好，现在上课时间了哈。我们要怎么看杨妹妹几岁？很简单，打开嘴巴看牙齿。是。看这牙齿。对。只要长满两颗牙齿哦，代表满。一岁。四颗。两岁。六颗，三岁，一岁，对，小朋友八颗几岁？四岁，今天大家比较害羞，所以我们看这个羊几岁，我帮你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羊有八颗牙齿，八颗，所以我们看这说八颗牙齿就是台上几岁？四岁，你在疑问，你没有看他的牙齿怪怪的，控制从那边看得出来吗？他的牙齿是什么？是，什么？为什么这个羊怪怪的？他的牙齿好像都是红色，红色，为什么红色？为什么的啦？因为这是台湾羊，台湾羊怎么了？他会吃槟榔，还吃包叶，你看吃这么香哦，没有，到现在嘴巴上面没牙齿，有没有发现这个羊的嘴巴？怪怪的，不是怪怪的，上面没有牙齿。对，长出来都牛跟羊相对的前排，中间是没有长牙齿。说到今天同学的一个好玩，有什么玩过？你可以用手指头，看他的嘴巴，把他旁边吹进去。你看一下，一二三，退！你是一二三退，一二三退，有没有看到？他不会要你走，所以你吹进去，你可以试试看，真好玩。真的好玩的。其实不好玩。为什么？因为口水的关系。大家不要紧张，尤其小朋友啊。哎，来，今天同学，等我一下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剃毛，好，是剃毛。之前我要介绍这个今天，他要剪头发。是 ，OK， 听好，今天我之前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东西，这个是一个剪东西可以剪掉，这个是一个手剪，手剪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一个电剪，电剪，重点来的手剪跟电剪什么不一样？非常简单，一个用手工，一个插电，这样就好而已了。啊，开玩笑，可是其实这个不是那个而已啊，这个剪下哇，开玩笑，这个手剪跟电剪什么不一样？这个手剪我们还是有人用的，为什么呢？它是老东西，可是。他剪完以后，剩下的毛比较长一点。那这个有什么好处？这么好，来，大家看一下哈、哦。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剪羊毛的工具。这个大致的剪刀叫做手刀剪，200多年非常传统喽。哎，会动了。好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早期牧羊人都使用这个工具哦，是剪羊毛哦。手剪可是一个人一天可以剪200多只羊，速度比较慢、啊。所以我这个现在用的是一个电剪，电剪，不过这个快很多。这个一个人一天可以剪300多只羊，300多。你是不要以为300多只很多，对，他们国外曾经举办过一次比赛啊，目前最爱牧羊人一天可以举办800多头，这么多人，一个人一天800多只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是我最台湾的开心，很幸福，我一个人一天可以捡，来猜一下几只？两只哈、哦，早上一场，下午一场，待会捡完他就回家喝咖啡吃蛋糕了，是吧？哎 ，OK， 开玩笑，可是各位看一下这个今天我怎么做？好，首先从我们从对子开始，这个一个人要做完讲一下，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剪羊毛的知识。为什么剪羊毛这工作非常不简单呢？大家看一下，剪羊毛就是荷兰先生190公分这么高，在剪羊毛的时候呈现完全弯腰的状态哦，双腿控制羊妹妹的行动，双手快速将羊妹妹上羊毛剃掉哦，所以这工作需要非常好的体力，还有棒的技术，才有办法将羊妹妹剃得很干净哦。那刚才荷兰先生有介绍了哦，我们羊妹妹从来剪起来肚子的毛，为什么？羊妹妹经常放卧累了，直接趴在地上休息，所以肚子的毛相对附着的脏东西会比较多，而且数量比较少，先把它剪下来，把它做分开哦。那身上的羊毛呢？虽然外面灰灰脏脏，里面雪白雪白，数量非常多，所以我们把它做分门别类哦。刚刚好讲完没有？专业的牧羊人2分半36刀来剪完了，先给葛老师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各位，其实不用鼓励，我要鼓励这个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羊毛很多。哇，是这个羊毛很多呢。可是重点来了，这个羊毛可以做什么呢？啊，这个的回答我们希望就是小朋友的回答。好，不希望小朋友来这边看过了第一台，看到第一只。好，来，小朋友时间来了哈、哦，来，小朋友，羊毛可以做什么东西？来，直接告诉我们，来，什么东西，妹妹？做衣服。羊毛被一个了，好，妹妹来，有没有？做衣服。什么？羊毛衣？好，我听到了，弟弟，好，妹妹来，还有吗？什么？什么？袜子？袜子？谁讲的袜子？哎，没有。
还没有别的答案，有没有？没有吗？没关系。啊，做吧。有没有微信可以？有微信可以做，一部分做。没关系，叔叔提示一下。那我们头上戴的是什么呢？帽子。羊毛帽哦。是帽子可以做。手上呢？手套。手套对不对？是。对，大家来新农场一定要吃什么？羊肉炉。羊肉炉哦。那个不是羊毛做的。是这个种，你各位，你看到这个羊毛，你知道这个羊毛是我们编织的衣服吗？怎么编？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。哎呦，你看，不是这样子。哦。啊，是谁？是羊毛做的。很开心哎！开玩笑，这个羊毛什么都可以做，衣服、地毯，我们刚才说了。可是现在一个问题，哇塞，这个羊现在没有毛，你说怎么样？是。